写到星星里面。然后我现在折了最后一颗，以后不用再折了，可是以后每一天都会，以后每天都可以看到你了啦，都会直接跟你说我好想你，我很爱你。哇，我想现在全场的来宾都融化咯，大声一点，老婆我爱你，大声，我没听到，我爱你。好，恭喜恭喜。我现在呢相信燕君今天晚上一定心中有千头万绪，她都不知道她的老公原来在这么多个日子是这样子的对她。哇，我个人也觉得相当的感动，也祝福这对才子家人永浴爱河，佳偶天成，永远幸福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请服务人员来帮我们新娘子接下这颗星星哈。好，非常的祝福你们。好，各位亲友呢，好，现在喜宴进行到现在这边，现在是到了我们各位亲友大家同乐的时间咯。如果你可以获得我们接下来